傍晚的时候是万家灯火呀，哎。然后有这风景。这美丽的风景啊。这边是 BBQ， 有这个。好了，咱们从这边走吧，走一圈。门在这边。走一圈，门在这边。对，你可以这边，我们等你都可以。你们在那儿，我绕一圈。好的。我去绕一圈啊。好，从这边走。多谢。座位啊，美景啊，无敌的风景啊，无敌的风景线。这上面植物也是真的。这个灯塔还是很好看的，然后这边是它这个出入，会有出入可以进啊。这是，你看它的位置，从这边进去，这边是步行梯，这边是步行梯，中间是这种电梯，有时这是在 roof， 在楼顶啊，号码 Broadway。花儿开了，羞涩的花儿。坐在这里晒太阳。今天带大家看一看洛杉矶的风景啊。以前总是在地下走，没有看这个全景。这晒太阳是完全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位置啊。比较漂亮位置，这就是洛杉矶最高的楼了，大家可以看见啊，最高的楼，你看那个是小火车，下面那个黄色的那是小火车拉过来。这是烧烤，坐在一起，朋友啊，互婚一半的。美丽的风景呀，好了，好。